没有，米饭不够，吃了不多了。嗯。七秒。犯规的是吧？没有胎嘛，他们叫胎嘛。哦，啊，起码不能拍叫胎闹。哦，他们在可能在近一点传球到篮下，收到篮下，嗯，三个人收到篮下，他们目的方向近一点传到篮下，他们那种高个子，他们想利用高个子最后一投。挖队，挖队。懒得理你，加油！两只手要起来呀、啊。